开始啦。啊！好，我听到都快昏倒了，是真的假的啦？国都岛、玉鲁岛，这个是什么省？蔡琴超厉害，有厉害。今天大家就有90只，乌鱼有150只，今天很多东西，要有杂，长龙杂，幼林杂，青分杂，金钱豹杂。早安，早安。今天有什么特殊哦？今天有大闸蟹90只，乌鱼150只。王玉鲁，你不要再发说什么叫我脸书好吗？你再发我就把你封掉了。你这个新账号我就封过你一次哦。鱼虾瞬间砸，雅莲砸，虾有砸，鱼虾瞬间砸，双双砸。今天比较特别的，目前我知道他跟我讲大闸蟹90只，乌鱼150只。绝路早，
阿峰应该是休息。啊，没有啊，很着急。我在拍下货。啊，都已经来了。今天这么多人哦、喔。阿峰吃两份啊，吃两份。韩国勇，韩国勇，这是马来西亚新加坡人。会有找，说应选找，等一下有什么东西，等一下有什么东西，等一下摆上来才知道。看有什么比较特别的，我看到后面有那个大只的鱼，那应该是乌鱼，乌鱼有150只。代表今天乌鱼他没有要赚钱，他要赔钱卖了。代表今天他乌鱼要赔钱卖了。为什么有那么多只啊？是要买10只，怎么算的？屏东有海鲜直播吗？屏东有海鲜，屏东有啊，东港墙啊，东港墙就是海鲜直播啊，湖里有找。满月都会陪你。视频找。真的有差了，真的很痛啊。老人啊。跟你们讲哈，我有在追踪一个网红，我有在追踪一个网红，他叫做蟒蛇网，他是在追踪一些，他会分享一些投资的资讯，我有在跟踪他，但是不好跟啊，就是他虽然说有在分享说有哪些股票比较好，但是其实不好跟，其实我抱得也蛮辛苦。我最近每天都有认真在研究，然后找胜率比较高的，因为哦，工作赚钱好累哦，工作赚钱好累。正回答。我还是在。还是要想办法用钱赚钱哦，不然这样子一辈子都没办法休息。当初没买美金，有啊，我美金已经卖掉了，我美金已经卖掉了，美金我在11月3号的时候已经卖掉了。我卖完美金，然后隔几天我就买台积电了，跟我当初的计划一样，我当初的计划就是买美金，然后等到我卖掉的时候买台积电。日币不能买哦。如果你要玩的话，你要去玩花日币可以啊。啊，日币的话它不会涨啊，日币不会涨。悄悄涨。日币不会涨。至少明年不会涨，后年不知道，明年不会。政委，你也想看现场直播？等等又要下班了，没关系啊，可以看重播啊。这三年来，我从那个新冠肺炎开始，我是先买石油。买完石油以后，我买美金。买完美金以后，接下来这些东西我就要慢慢等，我就开始进去股票了，就这样。
日币要涨，日币是亚洲货币里面比较弱的。要等的话就先不要买啊，通常你如果要赚的话就是买下去，就是要买下去就是要赚了。如果要等的话，所有的货币都可以等，台币也可以等啊。台币最近还比日币强，台币最近还比日币强。八卦上会晚一点开播哦，加红枣。未来美金我不知道，因为我已经出场了，所以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进。我不会再进了，我已经卖掉，我就不会再进了。除非有一个理由，就是美国下个月的通膨突然就飙到8点多，或是9点多，我才有可能再进，不然我不会再进。秀兰早，哇靠，空爆本来在给我鸡腿，你看这一碗空爆本还有鸡腿啊，那是水平哪里啊，还是你去别的地方买的？就不好意思跟你哦，那你空爆本来在给我鸡腿呢，你在乌鱼是咩买？我美金是29.3买的，我美金是4月底买的，我买29.3。蛋变大概压力。哦，你要白饼，你要白饼啊？白饼好不好？白饼好不好？